说这副牌很强，哦，准备十二神啊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十二神的姿势，哎，伸个懒腰，怎么样啊？你以为我刚刚出那张五八八是为了什么？我是为了绿牌好吗？绿到右手进来那张是真英勇士之剑，你们就是不太会玩哦。就是他，喝酒吧，朋友。斜坡啦！还有一张奉献。他就没麦克风，你硬要讲话。齿轮巨锤当然会给这只年轻的酿酒大师喽。我觉得这游戏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难啊。对不对？没有这么难吧？我觉得蛮简单的啊。这次我一视同仁有上来了，不起了是不是？你好，你好，看他想要接我哪一张？怎么了？他到右边喽，他三点右边，他要回家了。对。他有什么大牌？他有一张斯德尼的伐木机吗？我如果拿来变这张的话，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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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。嗯，还在玩勾北大他这里是哪里啊？如果我下血凡肉身加援军的话，傻笑，哈哈哈哈哈，不许动！打他的地方就对了。为了正义，敢来报告！又是什么歌啊？大红木不提。阿姨是要追货耶！哇，小龙这个一修也是有练过的。快攻牌，我这个不算，算偏快，但是不叫快攻牌啊，那个就是竞技场的，你只能说它偏快，你不会说哦，我组了一个竞技场的快攻牌。一械法其实现在已经不算是快攻牌了，因为它是一个需要。前来报道。它是一个需要堆场的牌。三二十还要我捡，我还捡得到。你若够准，我还捡得到。
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！你要废话的嘞！废话怎么？这一生回忆中，若只剩内心独白，人能证明你存在？还记得你笑了，看着你湮灭在亡灵之海，在青铜门外熄灭的烛台。难道说这就是终极了吗？战鼓。为了正义，王在我心前。先王，先王，看你的眼神，是老爷，好家伙，这还能气？啊，这场有点不太妙。其实竞技场有没什么最佳解不最佳解啊？有时候想对面的牌想太多，没什么太大意义，因为这是竞技场。还有勇士回应。其实我已经换他太多怪了，有点不太妥，因为这张换下去，我不这张不换的话，这个撞我要不会崩盘，但他这个还是可以撞，他当然还是可以撞，而且他其实没有打算要用鱼人，他用这个绿，我想要什么？我要想要整装备战。换太多怪了，这场应该是要走远了。干，他还有一张元骑，他两张元骑士，难怪他不怕元骑士被我换掉。哇！打这只。干，小龙，你他妈不打这种最厉害哎！前来报道。其实我也蛮想要这只鱼人骑士的。他当然不会给我鱼人骑士。进化斯坦索姆。前来报道。走快走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后面的，你要哭？哇，木穴蜘蛛还给他这个穆拉克的香蕉蕉蕉蕉，他轻松屌赢了。他还怕我有奉献，这样子换，其实蛮聪明的。干，我的鱼人就出这种二一的，他的，出二二的。我真的不能跟你走一起，我们两个会有那个。啊，对面还有三张船是不？前来报道。没啥救了，他的牌超好哎，他的牌不是普通好的那种超好哎，是真的超级好的。
其实我没有什么牌可以逆转现在的战局。没有牌可以逆转现在的战局。来吧，来挑战最后一场。来比赛的，对吧、啊？这场没办法。我这副牌没办法，没有 AOE。底下还有牌是恶魔杰洛德鬼灵跟熔岩犬。其实这副牌的生物没有到非常优质啊。下一场躲一下他是不是，好躲。那我们来躲他的话要干嘛？躲他的话，我们来。妈，怎么是被你烧死？干你娘！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。一费其实有四张，智慧祝福也是一张早一点点来好一点的牌。他只要能够抽到一张牌，其实就很赚了。两个一的杀一，要你两个叉的杀，是，那小费的牌也没有到特优值，两张白银之手掌官，然后两张这个，两张机械，我的机械有三张吧，加这个四张。我要捡狙了，应该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已经掉出来的东西就是它会增加你的钱，然后那个是消耗一波，对，消耗。好过来，它是一样跳过来，下个外套好了，好冷，哇，好热，今天气温有点比较回温了，还好。看你为什么你杀死？你让他放两次包你，他这没理。杀四个还赢我？怎么排这么久啊？第一场没人打了，是不是？盗墓笔记剧作没看，就很好看的动画。怎么还是圣骑啊？换了一只圣骑，等下换的比刚刚那只还要可怕，怎么办？齿轮巨锤其实，留下，下我，手有点不太好。哦，这样子就还好，有一只。反正第一回不管有没有丢水晶，后手的话有22，然后有一个3可以丢，就是好的事。打出七为了十四军，为了正义，我等下凶他喽。我有双巨锤跟双真银剑啊，在右边这边可以看牌子，所以我四把武器其实武器有点太多了，如果只有三把的话，我就差不多，不然很容易会不是拿太多把武器在手上。五费他可以干什么？
我还是不要乱猜好了，猜下去很可怕。我最近每次怎么猜到对面都有什么牌，超可怕。发病了，前来报道。哇，又是一只鱼人骑士，每个人都有鱼人骑士哎。你不要动手，哎，不要动手，哎，不要动手啊！左边的一定是左边的，我操，加到右边了。感觉是左边，感觉是最左边跟没有，感觉是最左边。这一只打掉，两只留给他，自己来撞。感觉应该是他。你好啊。稳了，各位，这场要赢了。哎。他不会有奉献吧？奉献好像小事，小事，小事。脚抽两张，庄严守灵，看好喽。为了正义。为了正义。龙岩犬，你该做事了吧？给右边比较好，刚给左边比较好吧？左边那个我可以无损撞他那一只。哇，小事小事。下回我可以打他六八八滴，贵啊！对，八滴，贵啊！不是，他妈的，他瞬间移动，我都没骗你。发现一张三费的牌，但是他这回合他也没有三费可以再出牌了。等一下就是。冲锋！冲锋！挡住嘞，不知道是冲到什么东西。阿敢，怎么不是冲锋？操你了！这首歌怎么有点难听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他还有一张奉献，完了。
没关系啊，我还有超级多把武器的。前来报道。好嘞。死吧，路上的家伙！哎，张路，张路还有。跟我喝酒吗？那我真的不想跟你演戏嘞。随时间的风雨，我们不停飘摇。别动，别动，倒了。每条路都难走，都是种煎熬。他要抽牌，他要抽牌。兄弟同情，一切无所谓。妈，你的装你自爆了，干你的！走，不撤。喂喂喂。哇，又一只阳痿，他怎么这么会阳痿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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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，各位！前来报道。出事了，各位，真的出事了，各位！最傲击败，最傲击败，咖喱金狗十二胜，耶、！Nice！ 哎，阿特，小一，小一，该截图了。好久没有十二胜了，各位。耶！我刚有超级多收尾牌哦，我还有。我好像还有一张，我还有两张武器，两张阵营剑，一张齿轮巨腿，然后我黑铁矮人也可以收，还有什么？奥达曼，奥达曼用过了，力量祝福也可以收。其实我刚刚有超级多张牌可以收的，所以我觉得这获胜也是蛮合理的。先来讲那个，我刚刚不是有两种职业吗？前职晚点再来。啊，先来开这个五包可以开哦。啊，225块。虽然这样很废，可是我第二次开到传说了，干！是吧？得胜。感谢。他挡住了，感谢德洛赞助五美十二胜，十二胜耶！还有一张传说啊，下胜，别说了，我有一张金卡，一个卡包，干，怎么那么少钱？再截个图。梦啊！钱真的很少，没关系，这个东西就等于很多很多钱了，好吗？四百魔杖 ，OK。他妈，现在去把它拆了。对啊，传说已经很赚了，我现在就去把它拆了，干垃圾卡，算了，不要乱拆好了。居然有一张传说，哎，是这张吗？我有两张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有两张，然后他真的要被我拆了，因为我有两张，260钱，对啊，直接开到传说卡，嗯。之前我还开过一次传说金吧，是传说金吗？我有点忘了是传说还是传说金。你这个艾维纳奥，我之前也开过一次，用就是不是卡包开的，就是4包还5包里面直接开到艾维纳，
说了。跟你们说，这游戏到后面就是靠赛开卡包。你不是要走了？对啊，再开包，这包绝对不虎的、哦。前面都这么多东西了，这包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吧？我今天才杀两个哎，扣二还是命多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玩这个